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凉鞋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哦。这款鞋子呢是一个运动款的一个凉鞋，我觉得是挺好看的，而且它这个绑带设计呢也特别方便啊，细节和做工我觉得都还挺工整的啊。然后这款是达芙妮的牌子的啊，鞋子呢也算是比较轻便的一款，还可以啊，它是有点运动风气的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这配色底部呢是一个绿色拼接，我觉得是蛮洋气的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脚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今天搭配了一个这种小方领的一个小裙子啊，短裙也可以配短裤或者牛仔裤来穿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们先看一下鞋子，这款鞋子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啊。这款鞋子呢我觉得穿上脚是非常轻便的，也很舒适啊。这配色我真的是爱了，有点运动风的啊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这鞋子非常百搭，而且它的配色我很喜欢啊，是带点绿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我穿上脚的一个效果。它的跟高也是比较常规的啊，小个子和高个子都是可以去入的。这款鞋子的绑带设计呢我特别喜欢，穿脱呢也非常方便的，大家参考一下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的话呢就分享到这儿咯，如果喜欢小脚视频的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